超级游艇配滑梯，世上最长自驾驶。海斋玩跳水闷咗啲噃，咁不如试下呢条由英国公司生产，声称系全球最长嘅 S 型充气水上滑梯咧，有成12.5米长噶，真系几激、啊！除咗长，仲有成1850公斤，冇计150米长嘅超级游艇都落唔起噶，咁几钱先？成为273,000蚊港纸啦。仲要等成45日至起到货噶。咁我都系去公众泳池上滑梯算啦。